木大有没有烦恼？哦，蛮多的哎，因为我很常打电动，然后就很常因为这个重力，然后就是会压到那个萤幕的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太远太看不到，按错键就是会驼背，然后肩颈容易酸痛。很多人都不相信说女生大的话会前倾，男生也会，像我。我到的地方不同，所以我每次走路我都会变成这样，太重，对呀、啊。哇哇哇哇哇！那这个测这个测乳，它可以再测一，好停，哇，好料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太棒了。你们刚刚这样看，你们认为它哪里最性感 ？You 啊，小狼，没有，那很明显吧 ？Where？就是他的下巴，下巴，对啊对啊，他的线条蛮好的，他的这个算是瘦的，升华，对，是算升华，而且没有波纹，升华升华，没有波纹，那一定是牙齿，他牙齿这么干净这么白，没有牙齿，刚刚没有弄牙齿，有笑恶心，有笑啊，哦有笑，哦，直接讲了，不要在那边装逼，他的手毛啦。没有烫染过，什么都看得出来哦，细腻细腻细腻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到了一个程度，他的眼神是，他的眼睛是细腻。我们是开天眼，看到人家看不到的。哇塞，臂，我觉得他手臂啊，手臂特别的白皙，是吗？跟刚刚讲的一样。你刚才不是这样跟我讲哦，是不是有一点？他的手臂也是属于。My favorite 有在运动的，对对对，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手臂，哎，又白。正义，我觉得他这个服装挑的其实搞不好是锁骨，哇塞，锁骨，不要，你就最后一个你就直接讲，硬讲，对啊，就直接讲了啦，我们一起讲出那两个字好不好？三二一，侧乳。其实到这个也没什么好隐藏，没什么好隐藏，人都有侧乳之心的，来，侧影啊，侧影侧影。来，欢迎特别来宾侧乳公主。哦，是你啊？你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以前阿乐，我们都只看到他的正面正能量，这一次看你的侧能量更强哎。对，哇塞，不是，我的阿乐刚刚那个镜头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你。哦，你从侧面聊到这边，讲到一半，现在3D 耶，刚刚才2D 而已，好，该补好了，对吗？OK， 他的确他是32D 没错，32D， 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你真的最有自信的部分是我们刚刚讲的侧乳这边吗？本来是胸部，然后呢，因为今天这套服装展现了侧乳，我自己也才发现啊，原来我的侧乳是可以露的。哇，你露了，想露哪里都蛮露，因为一般女生她们可能胸部大，但是因为她们上胸比较没有肉，所以就没有办法露，对，型就不太一样。但因为我这个就是形状是水滴型的，我跟你讲，水滴 ，perfect 中的 perfect， 地下地，对，所以就是侧面的话就看起来是很好看的。哎，日本话完美怎么讲 ？Come back， 水滴。水滴的日文怎么讲？水滴啊，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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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水滴，我们是什么团体？神经病！不是，就是说 ，OK， 那你对于自己的胸部这边有做特别的保养之类的？哦，会，因为我每天就是洗完澡之后，就是会用乳液开始按摩胸部。怎么按？你怎么按？等一下要教你。没有，就是大概的手示范。那反正你之后要学起来。就是每天要去用乳液。对，乳液，然后手会去推，然后因为其实胸部有很多淋巴。可是推淋巴不是乳液是必要的。会痛，但是它就是疏通你的淋巴线，所以其实对那个身体也很好。那这么累要推，为什么不吃那个仙桃牌就好了？不一样吧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可是，我是听人家讲，就是连男生都有淋巴腺，我们这边也有。对其实那个就是气节。哦。你把它推顺了以后，你自然渐渐的那个畅通了。对，然后你的这个就会饱满。Up。有很多要过去的时候过不去。然后这边就过不去，就缺乏养分。哦。它过得去就是你的啊。对。你穿泳装上节目，那个粉丝爆红，
暴增40万。嗯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穿泳装上综艺节目，然后那个是开叉也是开蛮低的。对，然后因为那一个节目之后，我 IG 的人数就增加40万。那康哥，你就下一次你也穿啊？毕竟你 IG 穿，所以阿乐应该更深。阿乐以前白走很多冤枉路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傻傻的在那边拉小提琴，鬼才看。泳装一穿，马上搞定，对不对？他够白耶，他的手背，手臂，你看一下他手。有没有想要？他最近有在那个啦，这个算是健身，算是极品啊，因为他最近白皙，健身有成，有成有成，又白皙哈。胸部大有没有烦恼？哦，蛮多的哎，因为我很常打电动，然后就很常因为这个重力，然后就是会往压到那个屏幕的。哦，没有，太压不到，按错键，就是会驼背，然后肩颈容易酸痛。很多男生不懂。老是讲屁啦，胸部能多重？真的会。其实我们体验过，就是以前就是用那种有重量的绑在我们这里哦、喔。我跟你讲，没多久你的腰就开始酸，腰就一直酸，一直前倾。很多人都不相信说女生大的话会前倾，男生也会。像我啊，我大的地方不同，所以每次走路我都会变成这样，太重，对呀、啊。每一步都在深蹲，就是纯蛋大的，蛋大的。OK， 那你的胸部很漂亮，你会不高兴男生把目标注目在你的胸部？情注目里还好哎，因为其实女生如果露胸部，男生的视线就一定是往那边看。对啊，那不看的都这算尊重 ，respect。对，那我请教一下哦，男生在偷看你是知道的吗？哎、欸，一定知道，被发现了，那以为人家不知道，那我们就很偷偷的看，对，就是一定会看得出来。那他除了刚刚的副乳之外，各位，你们觉得？哎、欸，这不是副乳，这不是副乳，这样不一样，这是赘肉。他们讲副乳，但是以车子来讲，就是侧气囊，老弱妇孺，对不对？就是侧乳之外，你还觉得他全身上哪里性感？他啊、哦，每一个细胞都性感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对，你今天想要干嘛？嗯、没有干嘛，就实话实说。他就笑起来会那个啊，眼睛会眯啊，然后弯弯像月亮一样。他的眼睛是那种笑眼，这种眼睛会勾人。对，然后他这边苹果肌嘛，对，特别肥大。对啊，就感觉跟他相处会很开心。对，然后这种眼睛啊、哦，在演艺圈只有另外一个人有而已。嗯，洪荣宏啊，你注意看，像不像洪荣宏？哇塞！而且他皮肤，我觉得他肤色蛮性感的，因为白里透红。对，他的白不是惨白，死白，不是潘老师的牙齿那种。潘老师这种白，潘老师这种白是白包白，白包白，白包白，白包白。有没有这个心情？有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嗯，幽默，然后有才华的。那他这种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男人？嗯，讲出来没关系啊。感觉还行，但就是有时候有点变态。力不从心这样啊，不，太变态，太变态。他的视线是不是一直往下？有时候就是跟他出去都不知道他在看哪里。哦，看手机啊，对对对，看手机。那就这个丰田。哦，我其实之前就很喜欢丰田。哦，对，我为什么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综艺节目，那时候，对他有说，他很好说，你喜欢他哪一点？太好笑了，他模仿那个暴走族太好笑了。对，嗯，然后就很喜欢他。开始，来。那为什么你的脸？为什么你的脸像瓜哥？是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刚好他喜欢个子小女生。對啊、真的，对，我有机会吗？点头，你看到吗？点头，我不想看了，不想看到。你为什么要叫他来？不想看了，看到吗？现在正式时候，因为丰田的前女友今天有新闻，交男朋友了。哦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会过的，会过的，过了，过了，好了，难怪。哎，对不起。我刚在后台，我还放音乐放很大声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难怪他在旁边。我那时候背着偷偷哭。他那个男朋友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，也不是什么前女友啦。生气，生气，不是前女友，你气成这样干嘛？被你那所以说破解了。丰田在你心目中他算是好形象，对，是好形象。然后旁边那个就得体。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每一次都是好超正直的。对，他其实又正又直，他是蛮正直的，因为他力不从心。对，可是他真的蛮好的。什么对？对，他是对一般的，对对对，哦，要珍惜的，要珍惜，要珍惜。哎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其实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小小小的可爱可爱的，嗯，我第一任都是这样。难怪刚刚很生气。没有啊，他之前那个不是啊。你不要一直讲之前的事嘛。蛮高的。高高的。我们讲未来的事好吗？高高的，辣辣的啊。北立东过去的前科好像都是矮矮小小的。不是，为什么要讲成前科？前科，我喜欢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以前的情史啊。对对。不过你真的哦，今天穿这样很棒哎。你什么没有看过这样？穿这样出去。嗯，就今天。这衣服是哇，有诚意，而且不是我的衣服，因为我平常不会穿这样，我平常都包蛮紧的。可是这件衣服很合你耶。可是这个应该是度假的时候可以穿哦，很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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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因为这件是不能穿就是 new bra 的，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去国外的话，你没有贴就是 new bra 的话也不会奇怪。不过就是你这样，如果你穿宴会这样去，哇塞，好像可以试试全场的焦点，对，垮掉了。我想那天晚上就大家都看着你，你穿这样去参加婚礼。哦啊，新郎都娶你了，抢婚，抢婚霸气侧漏，请坐。